前没有那下面这个顶子，它是可以啊沿着这个铁轨360度旋转的啊，这个是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啊科技啊，这个克鲁格大炮。它、啊、这个顶的话是1937年的时候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大炮而修建的，这个叫闽南山而补救的炮台。那不是哈、啊，就在上面我们要上去看，这个是铁皮哈、啊，然后承重的。那上面的话，它这种土哈、啊、都是用我们的啊闽南当地的这种生土，加上那个我们的乌樟树枝加糯米导致的。然后所以说的话，如果说对方用炮弹来攻打我们，那这个炮台被击碎了，它不会产生石块来击伤自己的士兵，这个也是起到保护自己的一个作用。这个叫闽南山河鲁做的这个炮台哈、哦，然后我们上去就可以看得到，这边的话是东炮，过去那边的话你们就不用进去，因为里面是卖东西，因为西炮已经被练掉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大炮呢有没有发射过？有没有战功呢？它啊有史以来它只有发射过三次，第一次是演习用的，第二次跟第三次分别击中了日本的瑞珠号跟海风号，只有两次战功，就把它一直放在这个地方啊给人家参观的，所以它是没有什么古董啊，但是那个实质性的这个作用啊，只发射过两次啊。这个是克隆的，然后我们上面已经看上面拍了大炮吧，那这个也是2000年啊就被列入军事机密之大全了，是目前整个世界上最大的啊。陈玉来，帮我们拍1、2、3的。那就是你疯了。好，那个，好了，给他去采下那个。太阳敢戴帽。太阳敢戴帽。太阳敢戴帽。加冰激光，500块。东北大阪老兵棍哦。这个炮给打了没？4块。小炮模型20块要克。太阳敢戴帽。东北大阪老兵棍哦，边际提高。这个炮可以打的，4块。英雄。好，拍照。英雄，来坐下。在这边，来这边。好，站一排就好了。好，看我。哎，帮我录影一下。来看这边，来，好，看我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再一个，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再一张，三、二、三、一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如果个人要拍的，拍拍照哈，还是那边，那边拍好了，哪里？前面这里，好，这边是吧？有没有个人要拍的来这边拍好了？拍哪里？拍那支炮。啊，海防炮那支。这个是仿制的啊。好。这个叫六角炮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是仿制的哈、啊，这个是假的啊。你想先抽起来一下，抽一下。哦哟，这眼睛张不开，好看真的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谢谢。太阳太大，太热了，他们都不想过来了。好吧，他们好像不想了。好吧，那没关系。嗯，不要了，那个明秋他们来了。他们要来拍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厦门大炮。小哥哥在哪里？啊，在那里去。好，看我。三、二、一。好 ，OK。有没有拍照？这个是15还是？好，看我，来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下一个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来，好，看我，三、二、一，好。比我们炮兵的炮还小。对啊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好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好。来，拍拍照，这个是仿制的。好，雨伞不要拿了。好。来，站起来。三、二、一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再来一次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啊。三、二、一，好。好 ，OK。还有谁要拍吗？你们拍完就去那个树下站一下吧。
好，去试一下，试一下站，你要不会，咱中数，三、二、一，好。试一下，睡个午觉。好，来。没有啦，我是。三，等一下，三、二、一，好。哦，好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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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录音录音。但这边呢，这个角度才可以关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好。差不多了，都有那个。这边比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三、二、一，好。哦，好热，好热。